程局树被押进监察院了。若若一直守在监察院门口，在等审讯结果。你觉得会是谁？二皇子，他嫌疑最大，因为是他约你前往醉仙居，而牛栏街正是必经之地。如果是我死了，所有人都会怀疑他，所以另有其人。我想知道太子今天去了哪儿，干了什么。太子的行踪不是你能问的，谁是幕后凶手尚未可知，不可鲁莽行事。我只好了。